现在就去把老姜的假发给我偷出来。叫什么不让带零食的？可是我饿了。 下面是歌曲放送时间。为感谢姜老师对广大学生的栽培与教诲，高一二班全体同学特意为姜老师点歌一首，祝姜老师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下面请欣赏歌曲。 丑八怪。 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曾经的问题严重紧了吧？平时老师怎么教育你的？老师是诚实，要说实话。我不该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。你去喝你的面。说到底，洛言这么整我，我都认了。可最让我崩溃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洛言竟然说话不算话，还是把我的账本交给了姜老师。王林，这178块钱的点歌费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想读了，给我回家守着。洛言，我到底得罪你什么了？非要处处针对我，欺负我？ 这道题哪个同学能回答一下啊？没有啊，那我点名了啊。方离，谁是方离呀？你回答一下吧。坐下吧。那前面这个男同学，你回答一下。正负离子由于静电引力相互靠近。 当单充分靠近时，两离子的电子云又互相排斥。当吸引力和排斥力相等时，就形成了稳定的离子结构。能量守恒、电荷守恒、万物守恒，运气也该守恒吧？老天爷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别让我再遇见那个人了。方离， 一会儿公共课帮大家占一下座呗，最好前排，么么哒。看来还是有跟他们和好的机会。同学，你这里有人吗？抱歉啊，这里有人了。你们到哪儿了？ 同学，不好意思，什么？
他怎么又出现了？还是远离他为妙。同学们，把教材拿出来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把教材翻到第33页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。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柠檬的。这一堂课我们开始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。